歡迎大家收睇《茶博士掛論》嘅預告啊嘛！首先今日要賀一賀兩位人士啊，唔係賀，賀一賀邊個咧？賀一賀賀一成，賀一成咧就好瀟灑喎。急誒，佢身體有毛病，身體有毛病係嘛？第二個要賀咧就賀錦麗啊，因為咧就正式提名呢個民主美國民主黨嘅總統候選人啦，咁啊聲勢好大咁樣嚇。提咗名好耐啦，好似正式提名佢喺嗰個會上面噏嘢啊嘛。正式啊，個個走去。即係背書佢奧巴馬夫婦，係啊，呢、這個希拉里 Lincoln 係啊，咁啊，仲有我覺得最得意嘅點解咧？拜登兩夫婦明明俾人屈咗落嚟㗎啦，都要站台，哇！站台嗰時佢好精神喎，完全冇話痴老人痴呆，點解係咁啊？博士，你解釋一下點解突然間唔係老人痴呆嘅？嗰個遊戲嚟嘅嚇，遊戲年紀大啊！唔係人哋華麗轉身得好嘛，即係明明心裏邊都係。你個睇啲史料都未得過得關。嗯。咁你喺美國歷史上，嗯，一個個仔係犯法嘅人，佢老豆，嗯，一個係已經變咗罪犯嘅人去選總統，佢好咧肉酸啦，仲擺係八十歲，兩個差唔多。係。咁啊，再提一提啦，美國眾議院已經係有個報告啦，就係準備彈劾呢個拜登，咁但係即係會唔會做咧？咁呢個就當然係形式上啦。我睇啲資料會做啊，會做，唔做唔得喎。你彈劾佢只係保下飛啫，佢橫掂都冇得做啦。嗯，呢個係喺一個健康嘅社會要做嘅，即係俾後邊嘅人。嗯、我相信呢個拜登會同意佢哋做，或者拜登叫佢哋做。嗯。佢有一種胸襟㗎，因為我一擺咗喺國家嘅前途，咁我何必我橫掂都做大龍鳳做到好嘅？嗯，而且過唔到㗎嘛，因為、那個即係嗰個參議院嗰度係民主。過咗過咗如何啫？你做咗頭，我落台，我落緊一台啦。得過幾個月係嘛？係咪啊？啊，冇話呢個係佢哋而家係全部糾正翻佢哋嗰啲民主社會發生嘅毛病啊！嗯嗯。他哋會執正，嗯，所以美國能夠成為在世界上強國咧，嗯，佢就肯食藥，嗯，肯睇醫生，嗯，係嘛？而家你其他啲國家撲街就話唔肯食藥，猛係啦，又唔聽醫生講，係啊，咁呢個問題咧，博士可以提下啦。咁但係應阿博士嗰個要求咧，就係、是、今日我哋要提一提咧，就係、是、今日係呢個鄧小平，係我特別要求嘅，唔關台長事，唉，嚇嘅生忌嚇。受神啦，忌神啦，忌神啦，系啦，吓。八月二十二号，八月二十二号啦。因为冇佢咧，大家冇嘢听。冇佢咧，我就九七年前咧已经离开咗香港噶啦。冇佢咧，我又唔会搵到咁多钱喺香港。因为佢一国两制。之后发展另外一回事，但因为佢呢个指引之下咧，香港回归前咧都平定。話經幾次衝擊，嗰啲樓都有得炒，啱唔啱？而家又大碌撚啦，而家冇得炒，而家都有人炒噶，你唔好話。而家冇啊，你去炒啊！我唔係再跌啲，我真係炒啊！跌到大概如果係一百萬到咁啊，炒下咯，一係。我多買用物冇所謂，平過建築費。唔係而家開始係啊，有一字頭啲樓啊，而家開始。有開始有噶啦。真係大靚路，咁啊誰知過咧？你哋自己慢慢諗啦。我又唔中意賴人嘅，因為唔肯關我事。係啊，我早走曬貨啦。咁啊，但係呢個要搏一搏你啊，博士。而家特區政府搞呢個熊貓經濟喎。如果揾只熊貓經濟搞得到嘅，我不如班只老虎嚟搞經濟啦。邊樣會好啲咧？你叫曬嗰扎局長。官員唔使嚇，局長、立法會議員同埋區議會議員，個個輪流咧扮馬騮落區，去嗰酒樓食肆度咧做 show，做知客，企喺門口知客咧，咁啊會好啲啦。唔係啊，咁佢哋裝個擺個熊貓嘅樣喺嗰個酒樓前面都真係擺熊貓侮辱我哋國家嘅寶物啊嘛，叫你真係做埋馬騮戲，係。咁你講嗰呢樣嘢就行政嘅行政局行政會議入邊有個成員葉劉淑儀就俾人跑光喎，佢喺走去巡呢個吉鋪喎，佢俾呢個建制嘅報紙《星島日報》啊引述消息話佢咁做唔啱喎。《星島日報》冇錯嘅，劉淑儀係冇錯。而家咧就大家講智慧啦，劉淑儀唔識問《星島》報紙，啱嘛？
佢質問嘅政府報紙喺度執笠噶啦。點問法啊？嚇？點問法啊？你在香港和中國撲街就是你張報紙佔了很大比例你承不承認啊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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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事實來的嘛他又不懂說啊姐 他找我做軍師他就厲害了阿葉劉下下死魚啊香港怎麼會死呢就你這些大公文匯啊星島啊你死嘛咁但呢個唔關何生事啊！何生嗰陣時候就非常之用噶，係轉咗手之後啫。我哋講下，何生都唔應該企埋去飲個共產黨杯茶啦。嗯，係咪？你好撚辛苦啊，飲個杯茶係嘛？唔、可以暢所欲言。嗯，同埋你變咗有啲重點你唔敢講啊嘛。嗯，咁啊，而家中國共產黨死又死咗啲重點度，冇人提佢。佢都唔提翻鄧小平叫佢韜光養晦，咁咪撲街咯。系，唔可以讲咁多嘢噶。而家中国扑街嘅政治，就系、是、你冇根据邓小平嗰三个支柱，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韬光养晦，三样嘢犯晒，咁咪扑街。嗯，我哋讲政治好简单咧，譬如你讲我搵钱，我唔需要同你讲咁捻多理论噶。边度有钱搵？搵咗之后安唔安全袋到落袋？袋咗落袋咧，有冇话咸鱼翻身犯法嘅？嗯，我冇嘅，即做，即做。嗯。是很簡單，邊撚複雜㗎？你揾財政司咁家產，嗯，講起經濟，香港經濟冧咧，我真係覺得最唔抵嘅。唔係，咁而家搞熊貓經濟，好多人附和啊嘛。黃家和話係話救呢個餐飲業啊嘛，熊貓經濟。佢代表咩思想啫？佢有條撚思想咩？點啊？呢啲咁嘅茶樓佬，酒樓佬，嗯。咁啊，除咗呢個熊貓經濟之外咧，咁啊有人咧就即係好似阿博士咁講啦，嚇，即刻即係離開啦。咁呢個就係長江基建，長江基建咧就係一搞咪走啊！第二喺英國第二上市，係啊。咁誒，阿成哥係真係好勁喎，真係個中環。好早部署㗎，唔係而家㗎。你而家邊度部署到啊？因為你真係穿插做好多 paper 噶嘛。嗯。起碼幾年、十年、八年前啦。一隻我哋補充啊，佢話熊貓經濟咧係冇錯嘅。一隻熊貓本身咧真係身價萬倍，成百球嘢養一隻，成千萬啊！屌你有冇養人都未養死，都未得養啊！咁而家你有對龍鳳胎嘛？點會驚？你會養撚得大咩都算講啦。咁啊，屌咩成千萬養啲咁嘅古怪嘢？佢應該揾啲 AI 做就代表設計兩隻嗰啲 model 喺香港周圍巡視巡區，啲人都分唔到真定假啦。揾啲 AI 熊貓啊嘛，又識講嘢又識成，識答問題添啊，識派錢啊！屌你咁啊，即係七月十四燒衣啊，耍扎錢再等你啲人執啊！冇啊！你而家你中港殘官咧死緊，都唔知噏乜撚嘢。我嗰陣睇電視，佢搞嗰個咩和統一和平會，最撚唔啱嘅時間佢先搞。幾撚大鑊啊！好似連啊特首都有講話喎，嗰個會度唔係啊，佢哋講嘢完全冇錯，佢當做 show 啫。但係佢唔記得個時間空間，佢揀緊錯咗嘛。嗯，屌你阿俄羅斯都俾烏仔打到撲街，屌台灣仔幾多興奮啊！你咁嘅撚嘢冇撚用啊！佢呢班撚樣，屌你老母閪！冇知識、冇水平、冇視野、冇分析能力，你咁啱呢個時辰出呢啲嘢咧，實死。嗯。咁啊系，你俾得翻阿爷睇啊！屌你谂啊，《文汇大公报》啊，呢件事啊，俾得翻国内睇啊，有用。你俾台湾佬睇，睬你黄州啊，嚼卵沉你喎而家，系咪啊？打翻转头，屌晒卵气！所以呢班咁嘅卵样咧，屌咩？佢啱啱新华社嘅副主任嗰个中宣部嘅负责安全，嗰大乜卵嘢？唉，我都唔知嗰八婆叫乜嘢名啊？嗯，到佢老母翻去广西啊！嗯。我等佢廣西啫，啲藏族自治區，屌你乜同我五毒神君，屌你乜住啊啱啊！呢個唔啱哈姆西，左毒哈姆西啊呢個。嗯。2019年嚟香港，搞到香港啲意識形態，屌你老母左撚到冇人有。嗰時喺《人民日報》做過人民網嘅編輯噶嘛，呢度臭閪。哦。嗱，我好撚少咁撚串講粗口對一個女人嘅，但呢個吳家產你睇個死人相啊。嗯。我仲追殺佢啊！你少諗心啊，女士！
唔係講笑啊！我呢個人一定再追殺佢，唔係話攞佢命，一定整撚到個撚乜官場咧！屌你老母，妻生不如死！嗯，我幫唔撚到你升官，八婆，我實害撚到你，除非你冇蘇州市，你老母喺人民日報出嚟噶嘛？嗯，屌乜人民日報老闆見到啲打工作入啦！屌你我呢啲咪唔該把八婆再嚟香港亂襯搞，佢都唔撚知屌乜黨中央嘅精神。對個香港嘅態度係點樣樣？端撚股嚟搞啊班友，搞搞下咪閪多個例啦。嗯，啊咁啊，除咗呢個香港啊，梗係有國際局勢啦。咁啊，國際方面咧，上個禮拜咧就蘇呢個越南嘅越共總書記啊，喂呢個叻人啊，屌你佢，佢接受咗我哋 CIA， 我哋聽翻嚟咋？嗱呢啲啊，屌你有冇謠言嚟嘅？謠言咧，即係遙遙咁遠嘅言語。哦 ，OK。唔係造謠嘅，嗰個餐靚仔，遙遠嘅。嗰個餐靚仔，呢個係言字邊啊，遙遠。係啦，呢個遙遠嘅收翻嚟嘅風，就 CIA 咧整條靚女俾佢，俾個任務佢。整到佢啱啱坐上嘅一把手，個燈都未坐撚暖，點會走去中國訪問啊？佢話：靚仔，你幫我打聽下，屌你乜哥某君釘撚咗未？咩病啊？知唔知啊 ？OK。唔系点你噶，特殊任务啊！唔系你点样都知道我哋习主席嘅身体状况咧？嗯，嗱佢去捻到就知啦。嗯，你睇唔睇到佢身边有几个大国手嚟噶？系啊系。中医嚟噶，佢身边有两个。系。望闻问切啊！屌你谂喺有喺度啊！唔系咁呢件事又引起一啲讨论啦，又话点解即系个播放嘅时候最初系一个远镜，一路系一级一缩直。唔系啊，所以佢身负重任，所以而家翻啲好捻多单，美国佬关照佢。哦。因为佢哋喺欧美集团咧，要清楚究竟我哋中国嘅大领导人。嗯。啊。究竟屌你生芒果，一系生艾滋咧，一系生 cancer 咧，個個亂七五講啊嘛。但我係拍板埋俾你聽，我睇佢習先生後嚟出嚟嘅神情，100%身體有事。佢有事咧係瞓唔撚著引起嘅。哎呀，睇到啊嘛。佢而家去撚到咧，應該係一定要用針噶啦，西醫唔識醫添。你講嘢意思係針灸。一定最後要用到針嘅，係捱嘅，所以佢係適當時候咧。而家佢應該係功成身退。嗯，啊，我哋作為一個公民，啊，體念我哋領導嘅健康。嗯，所以咧就希望你保重習先生，安享晚年。嗯，如果你係咪最多我翻嚟陪你捉棋啫？我都係嗰句啦，祝習主席萬壽無疆啦！係啊，係啊，一條毛啊毛啊，唔係都唔好屈我啦！我講真係嗰陣時毛主席講過佢萬壽無疆啊，唔好講。乜毛入都唔係嗰一條毛啊毛咯，啲毛僵撚咗而家大佬，屌你老母！萬壽無疆，快慢我慢，肥瘦我瘦，一條毛我毛，僵化我僵。呢個我真係同你劃清界線啦，我真係講嗰句，你就講你嗰句啊 ，OK。如果祝福得到就發達啦，咁嗰陣時係咁噶嘛？屌你有冇祝福呢個吳家產普京啊？早啲萬壽無疆啊！祝福普京冇事啦，係係㗎啦，係啦，係啦，係啊！咁啊，講起普京咧，普京就去咗阿塞拜疆啦。可能而家我哋做節目已經翻翻去俄羅斯噶啦嚇，但係睇唔睇莫斯科就係另一個疑問啦。你知點去阿塞拜疆？我嗰日做節目我都諗緊呢個問題，但係太快我哋都 get 唔到係咩嘢？有水嘛？有錢阿塞拜疆，適當時候而家僆仔，唔該你搞緊掂佢。所以阿塞拜疆咪申請入嗰個金磚，金磚啦，金磚佢名正言順撥錢啊嘛。啊啊！如果你唔入埋咧，好難撥錢啊。嗯，即係阿塞拜疆實在太有錢啦，因為佢全世界而家係有第一個有石油嘅，第一個豐儲藏量啊，好撚古怪嘅以色列賣曬嚇，屌啦，我喺隔離嚟噶嘛嚇，我喺佢隔離嘅，我隔老吉啊，嗯，黐撚住嘅，嗯。诶，嗰度好捻靓啊！嗰啲古典文物，嗯，而当年我哋蒙古打捻晒成班吴家产喎，跪捻低晒噶，嗯，所以我去捻到咧，我带捻翻成吉思我个襟章啊，嗯，袋捻住啊，嗱嗱，成吉思汗屌个捻个面青啊，余威仍在啊，哇咁犀利，打到惊啊！你而家你去鬼佬一讲成吉思汗，个都惊，系啊，惊捻到而家唔系讲笑，嗯。佢恐怖到，因為佢哋誒殺人嗰、那個喺你當面面前殺撚咗仔女，要嚟喺度煲湯飲啊嘛！哦，好多恐怖嘢嘅佢哋就即係一種恐怖嘅戰術啦。係啊，即係你係驚到而家係嘛？當你面啊！係啊，
咁與此同時咧，喺呢個普京去亞塞拜疆就係、是中國嘅總理、國務院總理李強咧就訪問莫斯科。咁啊，呢、這個又比較奇怪。你睇到啲乜嘢出嚟？嗱，玩節目講下。係咯。嗱，玩節目出啦。啊。深奧嘅，深奧嘅。啊。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呢個嘅金價係急升啦。金價急升呢度咧，又要問博士啊，係咪因為美元減息之後美金冇？佢哋聽到我嘅人買金早月初，咁啊，梗係叫咧幫我一把嘅。而家咪變咗做燈神啊，蒙眼好啦。啲兄弟聽見話、哎，香港各大輸入嘅人買金啊，喂，走一轉啦，幫佢唔使衰啊。嗱，過幾日跌緊咗，唔能關我事啊。好啲啊，你唔走貨啫嘛。唔係喎，而家全啊炒緊上去喎，因為全聯儲局九月減息啊嘛。屌你乜？你點撚知嗰啲莊家點做？唔撚關你咩局嘅？金鼠是人操纵，不是讲笑啊，全部是人为操纵，一拍板你就跌噶啦。佢跌了一个礼拜就够啦，拍板晒啱啱啊，一个礼拜够。系啊，咁但系如果你而家买实金，其实都不会话整真。你买实金冇息收嘛？哦，你五厘息好紧要噶，啱唔啱？同埋你跌得滯咁，你就屌你都唔知買好唔買好，係啊！買衰嘅都係佢嚇你，我震你倉嘛。你驚噶會，你普通人，除非你係好健康嘅投資專家，我 set 咗嘅，幾多錢係黃金，我唔理佢咧起落咧，我都唔賣嘅。我記得咗幾多錢，我又唔理佢咧，我唔賣嘅。嗰啲黃金咧要嚟做保險嘅，唔希望用到，咁嘅心態唔同。即係我太太啲金佢唔賣㗎。係啊。啊，我如果賣咧又大撚鑊啦，即係要走佬。即係屌你著草先用到嘛。係啊係啊。打仗啊，咁先用到嘛。係啊，啱啊，阿博士講起打仗就係、是、你點睇而家呢個俄烏戰事啊？喺度捉緊棋。烏克蘭有美國和德國俾計劃佢哋咧，佢都唔敢過分，完全唔敢過分。佢仍係做啲堡壘喺度咧，希望拖住講數啫。所以變咗佢嗰啲平民老百姓咧，完全冇傷害。咁同埋佢嗰啲建築物咧，佢冇大傷害。係好謹慎。理由：俄羅斯有一種次級嘅武器，未到核彈嘅。你歐洲都做乞兒，我咪點明啊？所以佢俄羅斯叫嗰啲居民咧要全部撤退。佢可以死撚曬啲動物、人、建築物唔損耗，明唔明啊？嚟咁多死咁多，但係嗰個地方自己地方嚟喎。佢冇所謂㗎，你死撚曬啲人啫嘛。嗰種嘢另類㗎，佢唔會同你個有輻射㗎嗰種，冇影響如後，深奧㗎。所以你認為好撚之後淡定啊，普京？睇唔睇到個神情啊？佢當冇發生親個事咁嘅喎。佢落去阿塞拜疆嘅時就除咗件衫啊。但除咗件衫呢個動作，有啲人就話其實佢話俾你聽，佢冇避彈衣嘅。係啊，幾撚之後淡定啊？胸有成竹㗎，因為佢都想講數，俾你打緊啲地方，咁大家講數咪算咯，係咪啊？有嘅，佢都想退嘅。咁一場咁嘅戰事，即係無無謂謂啦，即係打兩都咪無謂嘅。喺佢哋嘅立場，冇一樣嘢係無謂嘅。都唔係佢一個人拍板噶嘛。佢一個導馬噶嘛。國會係啊。就算你中國人打台灣，都唔係習先生個人拍板噶嘛。所以都唔係無謂嘅，有佢嘅觀點喺度。咁烏克蘭咧係好撚黑人憎嘅，不過你唔係當局人咧，你唔知嘅。你同個烏克蘭交手未？喂，咁遠嘅地方係咪啊？咁但係嗰陣時知道啦，譬如話嗰陣時阿特朗普佢都係要阿泽连斯基供阿拜登嗰啲衰嘢出嚟噶嘛，佢哋嗰邊就做多生意噶嘛，拜登個仔喺嗰邊嚇。不過呢個順帶一提啦，拜登個仔同中國都做好多生意嘅嚇。佢度度都有生意，伊朗都有啊。冇啦，你嗰啲二世祖梗係借個符印周圍滾點紅點綠噶啦。係啊，而且好離譜咯！佢夠膽喺白宮入邊呢個吸可卡因啊嘛，搞到留低啲可卡因喺白宮入邊呢啲嘢。你而家呢個社會點解我哋話喺要中國推廣翻個孝弟忠信文化咧？咁解
如果社會太過放任啦，啲阻礙大家民主，屌你咪讀書又唔撚讀，走去搞點樣變性人喎？屌你咪頭都赤撚埋！唉，你真係暈低。佢真係研究變性後點樣生活啊！屌你咁樣。好多變性人啦。咁另外博士提一提啦，就泰國啊選咗新嘅首相啦，一條靚妹，哇！你真係信唔信咧？真係。佢嗰個係劇情需要嘅。佢冇殺傷力，係咪？泰國又接受，咁大家和和解解咪算咯。他信就出翻嚟啦，直情赦免咗佢啦。我都赦免咋，而家仲起訴緊噶。侮辱皇室嗰度未赦免。睇下佢有冇後抽咯。所以佢揾嘢制衡住佢，跟住佢要聽我要點個女，你佢哋都講數嘅。講數嘅，嗰、那個俾人哋否決佢冇得做總理嗰個最撚無辜咯。因為佢都係生意人，唔知道政治嘅厲害，咁啊左撚右撚撚撚咗件律師出嚟有背景嘅，咁撚樣閪咗嘛。佢又冇報嘛。好啊，咁啊，大家聽到以上咁精彩內容，仲有呢個佛學嘅環節咧，大家記得準時收睇呢個查博士掛兩嘅第82集啊。唉，好搞笑。我们已经超过10次了，大家从电视上都看到过，我们的温总理去汶川是10次，我们也一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共同的奋斗，所以在这里，我要再一次郑重其事的建议，我们华营人民衷心的感谢
香港同胞郭先生对我们华营人民的一片真情实意。在这个十几年过程中，在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的这个支持下，郭先生带领我们转战南北，我们去过广西特困区，我们去过河南，我们去过甘肃，我们去过江苏，我们还去过青海，我们还多次来到四川的华营和广安。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胡锦涛主席在这个七一的报告当中是这样讲过，要求我们这个在全国范围内使全体人民的生活实现全面的小康而奋斗，定了一个这样的目标。为此我们一年两年十几年的坚持着，郭先生和香港同胞出钱出力坚持不懈。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想，每年见到一次，每年来给送东西，为什么？就是希望我们华营人民，我们广大的农村的农民过上好日子。好日子的标志是什么？好日子的标志就是有吃有喝有住，还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的好婆婆好儿媳是让广大农民享受精神文明带来的好处，是让广大农民携手一起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让我们住在干净卫生的环境里，让我们过上和谐的好日子。完了，谢谢大家。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一次过来呢有一个想法非常好的，就是跟着我们四川省委广安市委宣传部、华新市委宣传部，他们把邓小平先生的精神文明坚持真的落在到我们的农村上，结果是打破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个封建文化一个很大的过程的转捩点。我们中国几千年来这个管制阶级啊，他们都是用刀枪枪术来管理国家的。可是我们看到今天看到，四川省委这些领导人，他们已经懂得用精神文明的力量来管制这个国家，结果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昨天跟一个华阳市的同胞们聊天，他们说，哎，我们想不到共产党现在改变得那么好啊，所以给我们感应很大。邓小平先生他们曾经讲过，这个精神文明的坚持是希望要花很大力气找下去。我们看到西川这个省委的同志们，广东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们把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我们希望他们秉持这个精神，把我们的这个四川省的地方干得更好，让我们的同胞们在享有新法保护下的尊严。谢谢大家。